各位好，我是永章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屏东县的麟洛乡，又来看一间合法农舍。那这间农舍的主人呢，他本身是一个佛教徒。那平常时间，都会到我们的大树的佛光山当这个义工。那闲暇之余会来到我们这个麟洛农舍这边做一个休闲，然后也是他一个进修的一个地方。那他将整个环境维持得非常的干净，那整个农地上面呢，他有种了一些果树，那整个房屋他也是打扫得相当的干净，维持得非常好。那我们就带各位来看这些房子咯。